53岁，脑溢血。也是觉得就是心里很苦闷，又不知道找谁去说。抢救不了，我崩溃了，崩溃了，完了，疯了，打人，砸东西，我都干。因为我没上过学。小的时候就是身体不太好，我妈就是为了我到处去借钱。宽恕他人的一个冥想，让你通过这个冥想，就是把那些之前囚禁在你心里那些不能宽恕的人，逐步去原谅他。